好，我是陈诗，欢迎各位回到我的频。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陈诗，欢迎各位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玩《Live on the Earth》LOE，简称 LOE，就古生物放置手游。我们先最后等他跑一下哈。他好像跑得慢。我把它音乐关掉了，还有音效也关掉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进来 Google 登录。如果游客登录，可能就是用别的。我都是用从 Google Play 下载来的，所以我都用 Google 登录。任何一个游戏都是这样的。啊哈哈哈哈哈！那我们今天就来吧。虽然我之前说不发布手游影片，但是我想还是出一下这个好了。古生物放置手游《Live on the Earth》，稍微等一下哦，它跑得比较慢一点。哎，来了，开，成功。玩家名称：恐龙哥哥14。我在这里录片。歌曲会影响到。好了。我老爸在跟我讲话。好 ，loading， 进入中。哇，这超慢的。好，直接哇！离线收，离线和收益零指。我们就来讲这个游影节虫啊。它呢是一种三叶虫啊，属于三叶虫纲三叶虫为众多生物代表，揭开地球生物多样化的序幕。产地的加拿大。哇，合成也没办法。我们是在收集这个 DNA 啊。有转盘。希望能够在一个超级星，所谓含有武器的生物是格里斯蠕虫。哦，算是虫。只有这些生物知识也没那么好。我在录音。好了。哇，真幸运！那么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，那么就再见，拜拜。